the result. See ya.我記得2015年5月30日，我出街去尖沙咀星光大道拍片。你可以睇翻2015年月幾嘅事。坐西鐵翻屋企，聽到個消息就話，荃灣市要額外行車時間，即係荃灣市麗景至葵芳站有裂痕，嗰個路位嗰度，依家臨時復修。假如講夜晚修之前咧，荃灣線車去到嗰度只會慢曬嘅啫。2016年冇嘢，2017年都係，2017年都係玩 BF1， 189冇嘢。2020年嗰日，前幾日就咪將嗰啲床嗰啲架咧，即係床櫃咧，咪抌咗嘅。我隔離嗰間房，我一搬開個床櫃咧，哇！裏面好多嘢，包括有幾包未用過嘅紙巾，已經發曬毛啦。而嗰包紙巾咧，好有歷史嘅，以前買報紙送嘅，綠色白色嘅。另外有一本法語，亦都有一本中學封嗰層嘅書。中學以前咧，以前我屋企人中學噶，話俾你聽，床櫃下面啲嘢都已經有十幾年。假如我話全成堆都封曬勁厚嘅塵，幾包未用過紙巾，嗰、那個蝕門嗰嚿嘢。好似叫你攝門，亦都有啲衫架啊、夾啊之類，應該係我以前好鬼中意喺嗰張牀玩，跟住唔可以將用過嘅跌咗入去邊，我自己都唔知道。搬開話勁多嘢，基本上屋企嗰啲嘢，除咗牀褥之外咧，電腦啊～幾乎所有嘢都已經抌曬，屋企啊空了了，食飯就只係有張台。夜晚啊，玩奧智，打周雙，玩到立爾維克嗰陣時，見到黃色外掛，佢個名叫咩啊？1337 Demaster。之後我喺個車度講嘢，佢先至見到我。然之後簡單嚟講，佢點樣做啊？就喺嗰個 cheat 嗰個 list 嗰度咧，將我個名 bad list 咗先。bad list 咗嘅意思就話可以優先見到嗰人喺邊度，即係殺佢。假如講立住支 M 米 M 嗰啲湯姆森衝鋒槍射遠距離，佢雖然穿牆射之後即係即刻 T back， 遠啲射即係 T back， 跟住後屘佢就毀滅走咗牆。冇乜嘢繼續玩，但係去到鋼鐵人佬咧，佢係走後面，即係叫我名，我即刻做。後屘佢都有錄低擺上嚟，不過後屘點做？跟住後屘即刻我講俾佢都唔知，就話佢侵犯我私隱，好簡單。Facebook 佢直情係打個全名出嚟，差唔
看法是这样。我覺得已經很久沒見認真，對上一次見到他已經是二月頭的時候，如果我現在打 cap 153看看先，沒有，最後一條片已經是三個月之前，二月幾日多鬼啊！前幾條片嘅就係現時，你記得我講過，我係咪用咗我名嘅就係，只係用我名同我一模，同我差唔多一模一樣，只不過我個名 X 兩個 L， 只不過有一個字係 I。假定如果你係好表面上睇嚟係好破綻，不過你仔細睇睇一聽，你嘅其他人蠢冇乜嘢，但係我打咁耐機，我蠢唔曬。我明顯望到 L 咧，一打一細嘅，我明顯即係過一矮。多句，你話下一套我。反正私生蚊出咗，你都白唔知道。你都冇放過片，幾個月都已經，我以為是走，我以為是死嘅。唉，又話戰地，又話延四再見，點知又見你唔到，勁撚失望。啊，我見面都冇所謂。玩完事亦都係多過五個人 friend 啊，一齊玩。假如講我哋裝咗 server 之後，其中一個人咧過嚟，我嗰個 party 入到個 server 即刻離開，再 add 其他人嚟，簡單。不過有啲人唔等得，始終都唔可明點解唔可以多過四個人。假定咁配對，就時咗配對，配啲垃圾嘅 server， 哇！就嚟完個 server 都係要走入去玩。你這個真是有問題呢？唔單止啊，啲問題都常見。嗰個中文翻譯又錯，卡塔嘅沙漏啊，呢張地圖。佢個 location 喺卡塔爾多哈嘅，不過佢翻譯寫咗杜哈。如果係地圖嘅名咧，就一定係同一城。假如講香港人或其他國家人，只會係同一個意思。多哈，如果你 search 地圖，應該知係邊度，絕對冇杜哈因。例如台灣，你冇理由叫台灣嘅，雖然知地圖名一定要同一，你個翻譯又錯，我又唔知道杜哈喺邊度，多哈知邊度啊？但係啊，你講咧，舊年五月三號嗰日陳偉賢咧第二日，都我陳偉賢好辛苦，嗰陣都冇出去跑步，都係呢段時間都喺屋企趴喺度，都係食粥嗰啲。
長貴賢嗰個禮拜通常我都係喺天成街市垃圾街度買嘢食嘅。